这个消息被点名的人啊，听到不会觉得糗了，应该心情还蛮不错的喽。就是马总统他执政满两周年，平面媒体呢现在就做民意调查了，发现哦，这马英九总统呢声望缓步回升，进步到39%了。这是联合报的这个调查显示说，马英九担任总统以来啊，其实之前声望就由这个初期任职的66%好评，但是一路下滑，滑下去呢，到去年执政周年时，虽然回升到52%。但是在历经了88风灾之后，满意度又重挫了，而且一路掉到了谷底，到了29%之后呢，就一直维持在30%左右附近，这个荡来荡去还是蛮低迷的。不过3月18日呢，当选两周年前夕，马总统未见起色，好评更是降到27%的新低点，但是最近终于看起来是有进步了。